认真进行参与文字，向各位宽容参文啊，听你是九月后面村的听一行中间啊，说年三庄者一夜烦恼，你两为孽，三是果报，四三种法，见相有相，因烦恼故，所以细诸恶孽，恶孽因缘，故得苦果。因为先说明讲，所有产品的业障、烦恼障，啊，就是所谓平常所讲的念修三障诸烦恼，所念三障障。因为前面的文是有讲的，列出了个三障的名称，所以称为三障呢，一，很多烦恼，一，就是讲其中该名称呢，很多烦恼。听一种呢，逆名为孽，听一个名称成为孽。三是果报，第三种跟孽障，个障啊，就是果报或者报障。两三种法，四三种法就是烦恼、孽、果报，两三种法吧。见相有相，见相有相，有就是体乎相应啦，体乎相应啊。比如讲有烦恼，怎么错呀？因错呀，怎么修报？有修报的时间，又在起烦恼，又在错呀。所以呀，烦恼报必是三种啊。互相啊，相应，下就是依靠依赖的意思，互相依靠，互相依赖，彼此互相依赖。比如讲，你依靠烦恼，你怎么创业？烦恼就是你个种子，你就是有烦恼神起现行啊，你免抽身啦。给天秋的书报啊，压引错神给天秋的书报，所以就有果报。正在书报的时间，又在寻习心中所有的压种，就是烦恼种子。该烦恼种子正在书报的时候，再过寻习又神迹现行，又在错压，错压以后又在书报啊，那位置啊，互相相应啊，相为应有，所谓应缘呢啊，必是互相依赖，你赖我，我赖你啊，烦恼赖业，业赖果报啊，果报又赖烦恼，就像连环样子，也成为三套，非业苦三套，非就是烦恼啊，苦就是报障，呀，三种法子互相相应，替互相应，为是有。啊，彼此互相依赖就问着为止下啊，在哈佛就说出一个原因讲，因烦恼故所以起诸恶业，因为有烦恼种子，按那个缘故，所谓所以咱们升起错出种种恶业来，如果心中没烦恼的业种，不会错业，有烦恼业种起现行，你若我应该出人升起现行，咱们错业。一旦入初时的相公不会输波，无可能啊！给天出的输果波，所以引啊引烦恼的缘故，所以起足恶业，初三业就不会输波了，初到恶业给天出的输苦波，所以起足恶业，恶业因缘故得苦果，因为初到恶业的因缘，所以就会得到苦的果报，受种种苦恼，进入我会学成三种的苦报。都是有错的恶业的业引来的，是故没得今日自行忏悔，因为呢烦恼业报这三种的障啊，都不障碍我的前面所讲的障碍我的渗透，不能得解脱，按这个缘故啊，
比如说有烦恼种子吸了孽，就会错孽，错恶孽就会障碍受人升天的果报，错了善孽就障碍出世间的果报，众人错了这个色无色界的上天孽，不是不通孽，不通孽也会障无上菩提的果报，贪错这个上天的快乐，不肯发心进修，由此也不能成就菩提。所以不通的上天孽也会障碍出世间究竟涅槃的菩提果报，所以为止障啊，也尤其烦恼障与业障、波障、三障之间，业障最严重，因为一旦错成决定要受报。他因为有烦恼种子给他们错业，所以必定要连根拔除，烦恼就是根啊。那给门也必定要求忏悔，因此之故。有点三种都会障碍我的这个去离苦得乐的缘故，所以没有等求忏悔的人，根本也在三宝面前自身心恳切心求爱忏悔，忏前恳悔后果。下面就要一一说明求忏除这个烦恼障、业障、苦报障的脱离。所以他们就先忏除这个烦恼障，一开头就讲，第一，善因忏悔烦恼障。你看三障之中呢，烦恼是根呐，是后面两种的根本，所以求忏悔啊，先从根本忏除，先忏悔烦恼障啊。所以第一就是善因当忏悔这个烦恼障，以次烦恼。解穷一气，他那里应当二地，因为个烦恼障啊，为神起现行都靠意念，意，寻求一什么样个意体，就是行意啦。一个体六意识力量最大，啊，你都经常只有神起现行就会冲向，所以这个烦恼种子啊，完全依靠意体，啊，那个体六意识。几张的神气现场，解穷一系系神气现场啊，张的神气现场。所以咋好？所以讲烦恼完全以一体神气现场的原因从哪边呢？下面就说明讲，一压屁股，这神一跳，随之一痛，神跳一闪压。都是创业的工具，它是一个一体不系统，神就不会去作用，所以说一念起故啊，这神一就随之一通，心一想一体一通念啊，比如说神气错杀透影，感念说一体不系念头，神不会去错念求错恶求两三方言意义，如果一天不通念头相关一个恶求良识等的恶业的人意，那几也不会通，所以神会错三种恶业，求错四种恶业，统统都属于一天神气，几张会通啊。所以一天就是像那个马塔莫达，像马塔就是一个法通的念通力，一一法通，那神求就坚定神气现场啊，也就会去错念。那么印度的这个一体的根本业因呢有三种，所以讲好一个一业有三，一者见贪，二者嗔恚，三者痴爱。一体六意识这个一体行啊，心意这个一体行啊，众生的雷神的脚带来的妄想烦恼的业因的一体啊，有三种业，不错三重要。第一就是见贪，不是贪心，见老贪无穷样，见是见念，自家有的不会拿出来布施，这就是见见念啊。贪呢，自家无该看到别人有贪想贪爱啊，看到别人有好好玩的贪着想爱，这就是为是贪，自家有的是去见念心，不肯布施，不肯施舍，这就是为了见。看到别人有贪爱，这叫为了贪。
第一就是健谈心，第二真慧心，真慧就是发脾气，是这个发火，所谓发脾气，是平常讲是烦恼，实际烦恼是重名词，只是平常说发的脾气，发火。那你总归是啊，这个方块是初识的年轻聪明，头脑真好，初识的事啊，都有当事人的现象的情况的阴影。你看个真慧量的事，这个真是求是变下个真假的真，人一发火看起来吼，这天就会开口骂人，个恶人不对口出，所以那个真恨心一通啊，就不想爱骂人，所以求是变用求是变下真假的真，表示真恨心一通，脾气一犯就要骂人。另外还有一种下法。木丝片，用木丝片，木丝片下整个的整，这也是中央的意义，也是整天的整，啊，就是发脾气的整。怎么个用木丝片呢？家庭人的脾气发起来哈，一众人不骂人呐，都是硬当当的，木柱当到青菜上，哦，天气热的时间，将军像普天安泰，木柱当到青菜的。当初对方也是看见，所以说气个恶面啊，一看起来面都无态的，气个恶面啊，一看起来面就无态的，看个人的面相挺难看，所以一看起来面发强，个强都自黑，那就是真恨心，一下个真心一气，众人唔可以叫骂人。有木主也会表现出来，硬当当的，当到青菜了，也吃看人哦。所以个真恨心的现象，事实就会安的。所以俺这个方块师啊，古人措施也就照两个情况拿来做出来。下面这个灰师真恨跟暖意什么情况？你看这个灰师啊，看没知非而非，莫搞错哈。因为他灰师就是看的时间个灰，不过同意的呢。老智慧突起了童言，他俩是真恨心的悔，要在悔生观念样的下，要方块是去有意义。下面一只心字，上面啊两只土字，两只土字，先下两只土字，下面再下只心字。人喺一看起来吼，这个心观杂杂，像两对奶对点就系像样。你们相信你吃饭健康啦？挨经验，我讲一看起来心观真真真真杂杂都挺难受。比个两对奶囤的呢还要难受，所以个人一看起来心观就不会开了，心杂杂，就像两对奶对的做个比重要，你们相信还你们太个注意啊哦，个看起来直接看，你个心观面前哈，心观当方块有两对奶嘛，心态对个奶囤的做个，啊，经常不了个奶囤多好办得开真辛苦，所以一旦那个压金线前只能心气。哦，真辛苦，心肝扎扎啊！再都想去骂人，佮一他听起来骂人啊，佮就模糊讲啊，有一件样数嘅，所以俗话讲啊，上马无娘桥，上打无娘树，等到上马嘅潮湿潮起来了吼，就无娘桥，马该下土该发都会办出来，主公三胎全部办出来啊，那马该下土该发都会吗？这就是上马的时间，潮湿的时间，无娘跳，这个跳无娘人，非常严重，这就是跳四面的针。等到天气了，严重的马都严重的时候就上打，上打就无娘数，一突一火，能把对方打死一件火，这就是因为震撼心痛起来就有按这个现象，这就是震撼。因为震撼会发起来，都是从意志发起来，从体力意识才会发起来。一旦发现了神教就会天天抽到看起来呢手机打人脚机疼人中间手脚踏起来只要用头拿去走人看起来用头去骂人神教等等就会去抽人三者慈暗慈就是你慈你慈就是无明无明就是黑暗的东西没光明完全黑暗因为那个无明本来就是黑暗所以才会叫做慈暗
慈暗，义慈就是 黑暗。所以佛经上常常会讲，众生在无明常压之中，无明常压之中啊，因为在无明的时候，在有那个无明黑暗啊，莫去我一起讲明，请教那个暗不是偷压的暗，暗的痛情况重要，所以不是暗，暗暗的所在莫讲明。两位是贪嗔痴的根本的妄念跟业种啊，所以说有此暗故，喜足下见，错足不善，见他们真会的啊，也跟业不生气啊，都是有此暗，都有无明。如果是没无明啊，就不会发起见他们真会。所以这个无明此暗啊，就是根本无明，不一切烦恼的总根本，根本总该总根本。见他们真会啊，该不是反压无明，反压无明，发起了就不是错压，叫做反压无明。那心地上因为有贪嗔，必定就有真爱心，有真爱心，真就是真物，存心片做着真是个叫真啊。看到不欢喜的讨厌就是真啊，喜欢的就是爱啊，心中的真爱心嘛，该就是不是愿神无明，愿神无明。只愿神识的无明，真爱心就是只愿神识的无明，见他们真慧就是反压无明，发起了错的妄念啊，有时是你轮回神识的无明啊，而且个此暗就是根本无明，无明中一切烦恼的总根本。那么有那个无明烦恼的此暗，有按那个缘故，就戏中中的瞎见，瞎见不正。神意种种不正确的念头，不正确的念头，因为一旦贪嗔痴起啊，马该犯念头都不生气了啊，所以把其所想该东西没放，按按的样错啊，那就是邪见啊。那么因为有种种邪见的缘故啊，就是所谓五逆识啊，用于邪见两者是可以通含五逆识，身见、边见等统统包含在内。有了邪见，就会去错足不善，不善就是妄念，就会去错种种妄念。是故今年贪嗔痴念能令众生可以体育我鬼学神受苦，因此之故佛经上无论太守性高点都有按理的说法，贪欲嗔恚逆痴贪嗔痴三毒经的妄念，我使令众生错念以后啊，我去受苦报，受苦报所来说呢，天欲我鬼畜生，猜了三百多种受苦报，上品恶业落天欲，中品恶业做我鬼，下品恶业做畜生，太低暗呢啊，互相有相同的分别，欲心欲见有种种分别，不过这是太低上面。吃了三百多受苦，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了。但苦业受满嘞，三百多个苦受满嘞，会转成念头，转成作念。再还一个，要生念中的贫穷、孤露、凶狠、顽吞、泥迷无敌、诸烦恼报，一个从三百多出来转成在人间之中作念。也无好快乐，也千多辛苦，贫穷啦、孤独啦，也都是人生的痛苦。贫无钱，穷苦无钱啊，穷苦无财无钱财，该就是为之贫穷。贫多知气就是为之穷啊，贫多知气为之穷，不但无钱财，连无好带都无啊，连爱钱不好带和自身都无，所谓就无力垂直气。啊，当不骗啊咋改？叫莫力垂直体，头拿当不去骗啊的改都莫，该就是穷到自己，也就所谓贫穷。骨啊，骨托，孤单。众人生在人间啊，六亲不齐就，啊，孤孤单单，孤单一概，无依无靠，无事无故，无依无靠，该就是为之孤。路啊。就是猛靠山，等于像吧，路在外面是天下方，显露的时候才重要，猛好依靠
啊，无房屋，无基础，就无可依靠。世人亦无靠神，啊，众人亦下有才干。你像我哋做物嘅生意，为国家有所贡献，为百姓，为社会，啊，为民众有所贡献，但因为你无靠神，也非常困难。尤其现在一般啊，都是往往讲关系，讲靠山，啊，你下位下枪，下有头脑。如果你系无靠山，咁你唔是想讲，众人要管好做一般人啊，冇办法好上升。所以古人咪讲话，朝里无人莫莽干，啊，你想我做官系无家庭讲，朝廷方系无人，无人可同管出来，你无靠山，你唔好妄想去做官，咁就是无依靠。无靠山，无靠山你就下位，你像我做官，哎，免笑。众人根本做二十年难了，因为你无靠山，无人管束，无人提拔。家庭有一个人做到太高了，那几个亲属个几天都不求生，没讲人啊。所以尤其啊，你中国社会一向就安尼，问题相当严重啊。所以往往埋没人才，亲和个人物，亲和个人才做到埋没脱，因为佮无靠山。啊，所以就发生了一种情形，也就是所谓贫穷古路，古无依靠，路啊也是无依靠的意思，就是等于无靠山，先路上外面上。雄狠雄啊，显示两个人雄傲，秉性雄傲，豺狼之性啊，雄狠啊是狠是啊，叫照片啊，两是个头当不一点嘛，拿来吸它。长辈点哪里细的两丝上面一点细的眼丝就是尖丝尖丝嘎嘎丢照片就托很丝很年轻很什么人晒狼之心很什么人就发个模样心这两丝上面一点嘛就是代表心思中国的错形式啊两丝两心的两个上面的一点就是代表心思这一点拿出来哦，有假旧照片，个就是学生，清楚非常严重的凶恶的情况，所以一个无良心的人，由于晒狼，这个显示啊，形成晒狼的狼子，而且是个凶狠之极，无良心，纵然晒狼啊，黑白几多有人念痴心，凶狠到自己的恶人，无一点一个良心啊，所以个就是为是凶狠的人物。啊，总而言之，凶狠嘅人啊，完全无人之心，不仁就是凶狠，顽吞，顽，逆顽，吞，吞金，啊，顽吞就是无智慧，顽吞就是无智慧，逆顽都知气，无智慧，啊，智慧唔会开，无智慧，逆顽都知气，亚种人想要后面嘅东西非常困难。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牛人，啊，个牛人就是因为个过去人就是牛，牛转世做人，啊，那非常非常顽吞，因为突击杂事，天光也有，想不回来，又唔记得了，唔知嘛个事嘞，啊，因为突击杂事就突唔出来，泥吞都直接，啊，那后来拜文殊菩萨开智慧，啊，那你啊种个顽吞个人啊学东西就困难了。所以好好发心嘛，啊，拜观世音菩萨，求文殊菩萨，求开智慧，否则这个逆顽啊、困境的情况啊，没办法消除。那么众人转身念头都是贫穷古路，凶狠顽吞，逆迷无敌之众，说明上面的凶狠顽吞的解释。我们讲起凶狠顽吞的这种人啊，逆迟、迷迟、逆吞、迷迟。一无所敌啊！你这个说离讲离啊，进不了解。你啊，种人顽吞的人，讲离讲唔通，而师兄讲秀才你多变啊，有理说不清。故事他的变呢，哈，都是一种无读书的人哈多，唔地理，往往就有妄言理路出。秀才咪书读多，理清多，那秀才对该路边讲讲脱离哈，系无效。秀才你多变。有理说不清，人家理讲的再出只有妄理，哦，一下中人只有妄理，妄言理如此，你来讲理无效，
所以变成是为了移民目的。转成人头还有两种苦报，主烦恼报，主掌多压不也支持，现在人中的苦恼啊还是增多增多了，种种的烦恼果报都出来。一年只有一次恶果，一地方所做的恶业，既然有上面所讲的贪嗔痴种种的恶业的果报，是故矛盾今日自行鬼面祝福求爱忏悔，因此之故求忏悔也矛盾，今日你自身心欠缺心想祝福求爱忏悔，鬼头依靠仪式方祝福，把生命都归向你祝福啊，就彻底自身欠缺求爱忏悔啊，爱悲伤的意义，想到过去所做的罪孽将来免不了罪了，所以我是悲伤的心求爱忏悔，痛哭流涕向三宝求爱忏悔。也就先总说明烦恼中的两重心，两重心下面就是分别啊，这个说明呢、啊、诸佛菩萨对这个烦恼中的啊说法啊有种种的意念，显示这个烦恼的两重心啊，扶持烦恼，诸佛菩萨一理圣人种种恶尽，扶持烦恼时讲你那个烦恼啊，就是心中的烦恼中的烦恼，这个烦恼种子释放诸佛以及正在行菩萨都是菩萨主太菩萨，你理圣人就是真的诸法的理体，真的真理的啊，佛已经请真法神的理体，所以不是你理啊，菩萨要分真法神分破无明，所以不是你理的圣人，要到你理的圣人诸佛菩萨有种种恶尽烦恼的名词，就是对这个烦恼啊，给非常的啊，这个恶刺激。你有没有讲这个烦恼心心头痒，必定要加以接批。随烦恼去啊，就会痛痒。所以诸佛菩萨都恶尽烦恼。那给建立许多这个种种的意念来，莫通莫通用的名声，下面就列出这个诸佛菩萨啊，所认为的烦恼的意念，意念是烦恼啊，以为人家。也把这个烦恼建立一个名称叫做严格，烦恼就是严格的事。我们说烦恼就是严格呢，何以故？能团众生慧命经故，严格嘛就会伤人的啊生命，一样的烦恼严格会伤害众生的法身慧命的根本，所以不是能团众生慧命经，众生的法身慧命的根本会本来的烦恼所啊所占团，所以成就了严格，把烦恼看作严格就创了。一面是烦恼以之为策，说这个烦恼就会策略的事，就是穷途突回。我们说呢，能接众生诸善法故，世间的策略穷途突回不穷家人啊，把人家世间的财宝物品什么样都不穷去，他这个烦恼夹车啦，不像你身体中本有的无量的功德发财，无量无边的善法，世间诸世间一切善法的功德发财，其身材等个功德发财，都为本有的烦恼夹车所抢去啊，所以把这个烦恼看作夹车，夹就是抢夹，是土匪床头之类，车就是手头偷东西的。夹车就是包含床头土匪手头啊，也都统统包含在内，是各家的名称呢、啊、来获得个烦恼，因为烦恼那个重要比较更严重啊，因为既能破坏那个法身慧命，也能伤害你的功德发财，偷你的功德发财，抢劫功德发财。一面是烦恼以为炮火，能否众生以为生死太苦害苦，诸佛菩萨也把这个烦恼看作像炮火重要，每个人都炮火急的流水，去炮的急的流水，一下就流啊清净，从啊清净去啊，因为这个烦恼火啊能漂流众生流入在这个生死太苦海去，一烦恼像炮火的炮水急水重要，能把众生拿来冲到这个轮回生死的太苦海中，不得解脱，所以能漂众生一直生死太苦海苦啊，烦恼中炮火中央能使众生漂流到生死苦海，不得解脱，所以烦恼就会炮火。
一藐视烦恼啊，以为己所能悉众生与神性用，不能得出故。还有一个藐称，光这个烦恼就是己所的事。己，这个己是真相，双面像那个西施用的，不是西施头。不过现在一般呢，都是用那种俗称西施头、结丝片、马丝片啊，也都是己。那个按照己呢，马鞍头，古时人骑马。哦，佮把那个马个头方披两担背方，佮只马鞍头啊，他驮马个啊，穿驮马索个所在个东西，就按照髻，下是按照髻，就是马鞍头。有了马鞍头的手表，用索个钱的，你马也就走马路去了，就不会飘个呢。索，像那个索头啊，把人索头地背方就没办法出来了。一个烦恼像马鞍头，终身被索飘的，唔得出去。一个烦恼像锁头，众生被锁在三界方，不得出故。所以为止啊，啊，烦恼就是基锁才是。因为人能欺骗众生啊，他生死的牢狱之中啊，不得出去。所以一个三界啊，你生人看到像感恩供养，观三界与牢狱啊，啊，看到这个三界就是感恩供养、牢狱供养，所以众生被啊锁头地不多方，不得出了。两位诸佛菩萨都以烦恼所见的为种种不同的名字，所以为之异名。下面总说讲，所以六托千年，四神不切，恶业无穷，苦果不息，当地解释烦恼过犯。所以因为按那个缘故，众生在六托之中互相牵连，三善托、三恶托、三善托天人恶修罗。三恶托天用我会学生在这个三恶托方互相牵连，初三呀神天做人，初二呀落三恶托牵连在内，牵牵连连不得给他。那么有时在三界六托之中种不出推论说法四神啊，人啊以及这个牛马等都是推神啊，雕的类乱神啊，虫这都是食神，天欲托个众生化神，天上的天人也是化神。这个六托之中呢，就是推论是化四神呐，啊，这个数神轮回神是没有断绝，不会停止。那有时一次继续创业，分业苦分业苦，按来连续创业没停止，所以恶业无穷，无穷就是无尽，无穷无尽所托个恶业一次连贯下去无穷无尽。那么因此苦果也不会止息。苦果不息，输个苦果的果报啊，也不会止息。现在做人已经想苦，已经辛苦了。做人如果再错妄念，将来吹了，偏要我会学成艰苦，所以这个苦的果报啊，不会止息。那么这个人人在哪里呢？当地解释烦恼过犯，应当而提。上面的种种的苦果，欲脱千年，四神不切，妄念无穷，苦果不息。以下个人人完全是烦恼。就是因为有那个烦恼种子的原因，所以他们去创造种种的罪过，也就是众生的胎犯啊，创造种种的罪过沦为神是不得解脱，这就是胎犯。也先种说明三种子中的烦恼中的种过犯。那么因此种说明之后啊，向佛菩萨忏悔，是故今日允是真相善行嘛，求而忏悔。因此只顾着烦恼中问题按严重的缘故按节目一啊，运就是观想的意思啊，垂运的意思啊，允许这个真相最殊胜的善行，真相善行天下之气最殊胜最上的善行嘛，来向佛向三宝求而忏悔啊，而求佛菩萨怜悯来的你是众生过去呀、啊，无量劫来所托的罪孽实在无穷无尽，现在俺一一求而忏悔。上面是总说，下面是分别说明因烦恼所托的罪孽受苦报啊，显示这个烦恼的情况太多了啊，他那个烦恼的面相啊有真多片面啊，见这个面相有种种不同，所以下文啊就从三书三句，也不是真书。像恶行人的正义恶行，就是一数一数竞争啊，争多几多个数目，说明了个种种道理。下面的忏文啊，就从三数正义、三数四数、五数六数、
七八九十，一直到九十八四八八烦恼为止。现在这个烦恼种类千差万别，有时就不错种种出样啊，按你叫那个烦恼种类不同啊，参在种种的不同的角度来看，现在这个种种不同的烦恼错种种出样，按你分别上面那个参处烦恼中的意义。所以下面继续就讲，谋得此种无次以来，至于今日，一个法前面已经讲了，请多不必再解释。啊，参门方按你个按你个文思清多，哦，老多老前门中央，因为前面都讲过了，啊，你无量劫来就是无开始，无量劫来就要按你，一次轮回生死都几满意。非出人天欲脱娑婆，有此心识，上怀念佛，烦慢相侵。讲啊，你在无量劫来非出天上人间。非在天用我个学生，在了六托之中受种种苦报，从有了个妄想心啊，八识有妄想心，有了个八识啊，以来一切都根本的，尤其那个体育意识创造严重啊，双怀逆怀，生生世世双双心怀中，就是有了个逆持迷怀，怀就是烦恼。有这个逆持就是根本无明，所以就有种种烦恼，譬如这个烦恼所迷惑，不明不白，所以就是无明啊。因为无明就是譬迷惑，所以不敌善恶啊，不敌正法，而超出种种恶业。由此有了种种的烦恼的缘故，烦满胸襟，烦啊就是差，烦恼种子去多，甚至百万世间千多个烦恼种子分叉反叉在那个心体中，胸襟哈，千多烦恼种子啊，胸襟嘛就是自心，方寸之体自心啊，襟就是三襟呢啊，就指的胸前的三啊，烦满胸襟就是在心体上啊，这个意体上啊，八十天中满满的烦恼种子，那些烦恼种子就会生起种种妄念，下面就列出来种种不同的名字了。非人三秃人错一切罪，非在引起这个三秃人，三秃就是贪嗔痴三秃，世人的秃不开心人的什么样，贪嗔痴的烦恼秃会秃事发生什么样，所以不是秃列为一切烦恼的根本，所以不是三秃人，这个秃你上讲不必说过啊，就是贪嗔痴，因为贪嗔痴的三秃的根本，所以错一切罪，一切众宝冠啊，这个一切的罪孽啊，十八五孽一切罪孽统统都会做，所以用一切的众宝冠，下面的文字都同样不必解释。就是说有的那个三毒人就会错种种罪，骂该罪都不会去错，百万世间的烦恼就会错一种种无量无边的罪孽。那么现在从三毒人错种种罪孽，就错一切罪，非人三六错一切罪，而以下的两名相啊，就看头下法本教会的一个表，因为这个名相十分多啦，是用分派相，相得几多啊？我来打是用某个时间，所以之后来去个打个错过临时啊，印出来，因为无按到时间啦，所以印到唔啦啊，印到唔啦哦，是某个人啊，用啥恐吓看一张啊，人强人就发现抄，用抄起笔记簿上来啊。因为我来现在无边方啊，侵犯太多了，所以之后我打个错过方啊，用我有养印机，用养印出来啊，比较较方便。三六看表哈，表方有些讲欲六、有六、无名六，六啊是比喻，比当中那个差别是有碰啊，有烂态有比碰，那就不六。所以就长不起，众生的心体啊有烦恼，烦恼就像溜中央，所以用溜来比喻烦恼，因为有溜就会有烦恼，有烦恼就会错种种罪孽，溜落三界不得解脱，所以称为溜。这个溜的名称有三种，欲溜、有溜、无明溜。欲溜是欲界内的烦恼，有溜是双意界的烦恼，就色界、无色界的烦恼，所以不是有了，有了有了就是三界内的烦恼，两种为初业的所产，初业的所产，有了有了就是
既烦恼错染的所在，就是错染处，无明了就是烦恼的总根本，是能错染的烦恼的种子。无明了的烦恼种子就是因，用了有了就是染啊，用了有了就是错染的处染啊。有无明的烦恼种子跟染因啊，有就会去猜那个用了有了的三界种啊，去错烦恼错染啊，所以不是发现三了。初一切罪，如果在三界内有了烦恼根本种子，就会初种种罪业。非人三苦初一切罪，三苦，就是苦苦、坏苦、寒苦，比较哈凡超嘅名相读下出来比较好，容易理解上上讲嘅就冇写出来。三苦啊，就是要众生嘅三数有三苦。众生六根对六尘末有生起三种的接触的境界，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苦受，众人已经苦了，六波众生已经苦，所受的环境又苦，苦中加苦，所以不是苦苦，苦根就是苦苦，苦受啊，所以就是苦苦。坏苦，乐根就是坏苦，乜该还快乐，乐也不清。落七比神啊，落快呢啊，该就会受苦啊。所以还有一个比喻，世间的快乐啊，亲像那个皮肤病遭殃，皮肤病亲像像剥蚀，好好养哦，养了没个啥个，像用树枝干皮捆去遭，遭干哈感觉到亲和寒火，我见遭见好，遭到流皮出血，干哈喏痛嘞，磨好嘞啊。所以落世间的落绝对不究竟的。苦倒是没办法了，有人就苦下去，越来越苦。乜该还快乐，仲系抢唔时天天，冇可能救，一下就变苦诶。我记住啲人你可以记得，度清几个时间有东西，我是清快乐。天一碗饭，天一碗饭吃落去，清快乐，哈是饱含火，清快乐，清爽快。可是等到你是太饱了嘿，再过几小时啦，你已经是饱了。刚你我三碗饭吃落去饱了，我讲你穷死。四万、五万、六万、七万、八万，还没强势，加下咯。你该感觉如何？苦啊，强势就苦啊，是唔咯？是唔咯？强感你是干咩辛苦的事情吗？所以，该就是坏苦。落气如果神坏，落坏呢就是坏苦。行苦行在前流为逆，就是前边流转。该是总用的收紧啊。磨苦磨乐，平常的总用经就是行稳前流，该就是有行苦。非在欲三界分，欲界三苦之足，色界磨苦苦，有坏苦有行苦；无色界磨苦苦无坏苦，只有行苦。也是在三界内啊，所处的环境，会是初种种的催业，在那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的三种的受的境界之中，由此也会是催业。所以不是三苦初一切罪，非然三多初一切罪，染就是粗染呐。有了三多的粗染，我去初种种罪呢。三多就是想多、见多、行多，众生的心中所想的都是颠倒事啊，不正确的，所想的都是颠倒不正确，所以不是想多啊。心中所想的许多颠倒的事啊，以苦为乐，以不强为强，这都是颠倒啊。那么心中所想的见颠倒，就会去错种种催业。颠倒见就是见解，心中的思想神奇的种种见解，错误的见解，以苦为乐，错误的见解，这就是颠倒。行倒，行指上面所生一个想倒颠倒的根本，因为你的心中就有烦恼，所以会升起种种的颠倒啊，一个想倒颠倒都从心犯，因为你心中有颠倒想，所以会发出这个想倒与颠倒，有了三倒错一切罪。这谈三有错一切罪，三有就是三界，欲有色有无色有，三界都有轮回生死，称为三有错一切罪啊。要综合起来，上面三处以是等罪无量无边，扰乱一切欲托四神。今日忏悔，这些忏悔，也后头的忏悔的文字啊，全部重要，不是详细解释。总结起来讲啊，由上面已是三数啊，从三托经一直到三有，等于其他某列出来的名相。
那么无数量无边际多，恼了一切众生啊，在六道之中啊，四生之中，受种种的苦报，六道四生啊，就受种种苦报啊，无穷无尽啊。今日忏悔，改时忏悔，根本一向佛菩萨啊，发忏悔心，发怒忏悔，也就是三数的烦恼啊，讲开了。下面是细数，细数休息十分钟，那个。